生我们的爸爸妈妈，他给我们生命，但是上人是给我们慧命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发挥我们的生命。感动的泪水来自马来西亚的王虽珠，加入慈济志工后流了无数次，就是好像这个洗努力推广慈济人文精神，他作为桥梁，让一家当地的超级市场捐出盈利所得，将一本本近思人文书籍送入校园。上人要我们做净化人心的工作嘛，因为我本身以前是教书的，那我也在马来国中教书，我也了解说他们要得到政府的补助来买书是很困难的，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也让我完成了我一个心愿。从事教育21个年头，王虽珠在2010年退休，但因为加入慈济志工，让他持续在教育这条路努力着。以前我教书的时候，我还不是慈济人，那我就是在教书，但是后来加入慈济，我觉得我不是在教书，我是在教人。我没有做慈济，我不可能走入这些贫穷的家庭啊，有智障孩子的家庭去。因为爱看书，他将好书送入校园，净化人心。因为进入慈济，他走入人群，推广茹素，透过行善，找到源源不绝的快乐。继续做，生生世世的。戴希望，记者江明台北报道。